跳个舞吧，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母奶。知道，爸爸去倒奶，你先再跳个舞。你看哥哥弟弟两个好好呀，弟弟玩哥哥的尾巴，哥哥都不介意。我脆弱的最脆弱的地方，它就是尾巴。哎呦，哎，轻轻的，宝宝，轻轻的，对对，轻轻的，摇哦摇。我俩说这还是我尾巴。哎，好放松，哎呦。我看你别猛回头，你别猛回头。你看哥哥好信任你啊，对，对，这是你的小帽子，哎，戴个小帽子很可爱的，你的小帽子。妈妈拿蛋糕来，去坐下，坐着啊，对，坐着。生日快乐，开可以开这边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等一下，等一下，别动，手不能动。对，我们一起唱。你看一下妈妈。草莓，对对，草莓。Hello，大家好，又到了包礼物的时间。明天准备让宝宝在 daycare 庆祝生日，那根据这边的传统呢，就是要准备一些 goodie bag 给小朋友。那我还另外准备了老师的，礼物，就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然后多准备了几份，然后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像这种袋子就是在$1店就可以买到的，我就随便买的。然后我准备的礼物是这个，我看评价非常好的日本的这种可以在浴缸里面画画的蜡笔，我还蛮推荐的，因为前几天，宝宝泡澡的时候我拿给他玩，很好擦洗，就是他画画的时候可以随便画，画完了之后水一冲就没有了，非常推荐给大家。它还可以画在玻璃上，总之就是很好清洁，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然后还有这个蛋卷，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超级好吃，推荐给大家。这个玉米烧，这个是旧的包装，这个是新的包装。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然后宝宝也很喜欢，所以我就准备了蛮多的。然后老师的话，我额外还准备了这个口罩，我自己觉得用下来觉得很舒服的。我现在就开始要把他们都标签拆了，然后给他们贴上名字。好了，我已经搞定了这些东西了，明天就把它们带上就可以了。然后我明天订了一个蛋糕，所以我需要准备一些工具，老师让我准备的，是这种一次性的餐盘，baby shark，还有这个小猪佩奇。还有这种一次性的餐具，还顺手买了这种帽子，不知道他们用不用。那老师说是不可以有火的，所以不能吹蜡烛，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吹了蜡烛。好啦，就是这些东西。
Thank you. And that's one for Emma. Emma, then Abby. Emma, say happy birthday. Okay. Can you get even, Pampa? Even哥哥在哪？Okay. 好样的。 And this one, let's to see. And this one is Audrey Casper. Can you pass to Daniel? Toto. Hello, 你们好呀，摩卡的心窝窝哦，对呀，你不要红薯了，妈妈呢？你抱抱哥哥，抱抱哥哥，哥哥现在很好摸，嗯，哎呦，哥哥还要睡觉呢，对你别打扰他了，走吧。哥哥觉得好舒服，还想接着睡觉。对，别打扰他了，让他睡觉吧。他睡好了再跟你玩。摩卡要睡觉。对。玩。你要玩啊？妈妈陪你玩。我要陪你玩。爸爸陪。爸爸陪宝宝玩。哥哥要休息，哥哥要睡觉。睡觉。对呀、啊。哥哥睡觉觉。对，哥哥睡觉觉。睡觉觉。对。这个。好，叠好。好球。宝宝。两只老虎。哪个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阿弟快！你怎么用右脚了？对，用右脚。右。右。左。对，左。右呢？对。哇塞，宝宝好厉害呀、啊！宝宝两个脚站在。再往上。右脚踩这个，哇！没地方踩。哎，这个脚没地方踩了。太高了。没地方踩了呀，这就不站了。